又来了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个东西都是等一下介绍的。还有我跟你们说一样东西，你们觉得你们没有亲眼看到皮肤，我也不敢说。还有，好几个月前有一群的，恩琪婆婆坐在一起跟我走着去谈话了，看，都告诉我。哎呦，你皮肤这么好，你怎么保养的？吃什么东西的？我然后告诉他，你有什么东西好吃吗？随随便便，有什么吃什么，洗一脸就可以了。后来他都告诉我，不相信，我受冤枉啊！后来我想想，好，我跟你开一个玩笑，我就告诉他，哎，你们要吃西瓜，不可以吃苦瓜，为什么？西瓜娃娃那等皮，好，你苦瓜啊，好多啊，突突突的都啊突咚，很难看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个群，婆婆告诉我，真的，我说不是，我跟你们开玩笑，你等一下去洗了，我怎么陪妈妈给你的孩子啊？后来听了都笑了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还有，我跟你抱怨今天了。因为什么？那么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新的，不可以旧的。你块旧的摸个久了就不卫生了。那么你买一个，就是那种的，那种就是一种磨脚的，我哋磨脚皮的，一个石嚟嘅，石头嚟嘅。那么然后呢，你买回去后咧，我觉得，我可以代替什么啊？磨砂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咁我们呢，然后呢，咁譬如说怎么做哈？我们湿一点水，将那个东西啊，弄一点水先啊，弄湿了先。然后呢，这个脸上面有一些油，咁啊，好像我们杀菜雕嗰啲树皮啊，喺度拆啊，譬如说呢度咧，我怕对手碰得多，连皱纹都不见了，连嗰啲。火车轨的皱纹都不见了的了，所以咁，咁啊，然后咧，那个鼻子咧有啲肮脏噶，因为它是一种蛇嚟，可以清除个它的死皮啊，同埋嗰啲黑球啊，好干净啦，啊，咁啊，等佢按摩大概5分钟啦，唔好这么多啦吓，你随随便便预约个时间，唔好太长，咪伤害到皮肤。所以我们呢，今日不妨按一下，嗰条颈咧，按真系要按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洗一个石头，咁啊 ，OK， 洗一下就可以啦。咁啊，挂起来，咁然后呢，拿点清水，咁样洗，洗脸，洗了咗之后呢，然后就抹掉啲水咗之后呢，我们呢就搽一点润肤膏。嗰種潤膚膏咧，洗乾淨清潔方面咧，主要因為我們磨啲樹皮的時候咧，可能傷害一種普通嘅表面嘅皮，咁你搽啲橄欖油或者皮膚膏啊，最表面按摩，包你兩千二十年，OK， 我就是嚟謝你啦，OK， 就是呢個東西啦，我就是嚟謝你啦，如果好的，請訂閱。拜拜。